我方才入来之时，你在想什么？真少看你这样沉思。最后一局即将开启，这一局复杂非常，我总要做下万全的准备。既然规定已经有了，主人，怎样？这一局放弃好吗？这个游戏已经过了退出的时机。这算是什么？再一次的试探吗？是让你再一次的决定。决定？我早已经做下了。龙珠小小的来，你跟你的义父好好讲话吧。义父，你来做什么？禀老主，龙珠求见，让伊进入。你看，工人人到，心机温呢，咱又见面咯。好久无听你这样叫我咯，你知影我来的原因？我看过九龙天书，无你是想要讲什么？保重，哈！这种讲话方式已经真久真久。不有过咯，我要讲的你袂听，你想听的我袂讲。弄到了这最后一刻，你也是不肯跟我讲，你为什么要害众的嘛？是不是最后一刻还未定论，你也想要阻止我？我要开启模式，你怎样？开启方向吗？比你更清楚，你到底是为什么？游戏总是爱有一个结果。唉，那咱可能要有见面的机会，说不定哦。红蝶，义父，当初看到你的时阵啊，你也这么细汉，已经遗忘了过去所有的记忆，转眼就已经这么大了。唉。看到你呀、啊，就感觉家己老了。义父就算无看到我，看到苍龙，看到义无心，你也该感觉家己老了。红蝶，好好保重。三天后就是你的生日，义父无什么通给你的，想想呀、啊，也真亏欠。过去亏欠的，就以后补偿。哈哈，过去亏欠的，就惊以后来不及补啊。若有机会，可以连我的魂也一同补偿。你呀、啊，算了，别讲的拢讲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好友，保重。你知我此刻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？好友要什么愿望无法达成？需要老友帮忙吗？就算你肯帮忙，也达成不了咯。是什么愿望如此的艰难？就是再有一天，你我总的，咱三人如同过去做伙饮酒的日子，那永远的妙境三杰。看起来是无实现的可能咯，我要离开咯，红蝶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心机温呢，好好照顾你金纯的兄弟。